又来村庄了。对，这儿个村民交易一下。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何止是奸商啊，你给我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吧你。 What？ 这啊，妈妈。 What？ 又到了每日钓鱼时刻。史蒂夫，我不想钓鱼了，没乐趣。不钓鱼你拿着鱼竿干嘛？看着吧你。走你。我勒个去，这不科学呀。嘿嘿，看我厉害啊！你这比我还离谱啊！铁锭、钻石这么多，我要好好的制作一些武器装备。铁胸甲、钻石头盔、钻石靴子，我都要制作一组。走，出去让屏幕前的大家看看。哦，怎么样？这科学吗？啊，死鬼！撸树喽，撸树喽！史蒂夫，你不撸树搁那瞎跑啥呢？我发现这棵树有点不对呀！啊！史蒂夫，我去，这棵树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传说中的树精嘛！找一处空地，让我放置一个潜影盒，打碎它。哎呀，这么可爱的小家伙，我把你拿在手中，真是一道美味呀！再见了，妈妈，尽管我就要。来来来，让我制作一个胡萝卜钓竿给史蒂夫，拿着吧，史蒂夫。走你！哇！这科学吗？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觉得科学的记得给视频点个赞，觉得离谱的请在弹幕打住离谱。啊，死鬼！史蒂夫，黑夜到了，我要制作一张床睡觉了，你赶快回家去吧。我去，你睡在我的床上干嘛？给我起开！啊，苦力怕来了，史蒂夫快跑啊 ！What？ 这什么情况？原地升天！完了，我没了 ！What？ 史蒂夫，你干嘛呢？我知道怎么整史蒂夫了。放上机眼，把史蒂夫困在这儿。MC 坚不可摧的基岩，我看你史蒂夫该怎么办。What？ 这离了个大谱啊。死鬼。好的，视频的最后我们要做个测试，看看哪些物品遇到火把会嗝屁。前面的物品都不行啊，还是咱们铁针最厉害呀。这个也不行，最后看看龙蛋吧。我去，这直接把龙蛋孵化了呀。小精灵快过来，我这儿有钻石。来来来来来，怎么一只青蛙出来了？你要干什么啊，青蛙兄？我去，我可爱的小精灵，你还给我呀。我要打烂你。我可爱的小精灵又回来了。收获了一只青蛙。有了，既然它舌头这么长，我就把它放到这儿吧。开始你的表演吧，青蛙兄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我勒个去，还真离谱啊，太阳都被他给舔过来了。What？ 史蒂夫快看，我们头顶有钻石，够不到咋办呢？够我的。我勒个去，你这伸缩之术在哪儿学的？太厉害了吧。低调低调。给你一颗。钻石不是用来用的。What？你干什么呢，史蒂夫？我去，你变成钻石块了。What？ 来来来，如果村民不听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放四块木板，下面放一块冰块，最上面刚好可以卡住村民。OK， 拿出木棍，走你！快看，村民螺旋自转了，越来越快，如抽陀螺一般。这时候我们靠近他试试。我去，妈妈，我飞天了！死鬼！史蒂夫，我回来了，给你铁锭，快给我制作个铁镐。给我呀。你干什么呢，史蒂夫？我去，我怎么动不了了啊？不是吧，我被挖了。这就离谱啊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科学的请给视频长按点赞，给一个支持，觉得不科学的请将离谱打在公屏上。
我们 MC 玩家都知道，末影人是非常害怕水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验证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害怕水。首先将他卡在木船上，接着我们上船，随后用我们的小拳拳锤末影人。可以看到他不断的带着我们瞬移。诺尼，哎嘿嘿，这小黑怎么卡水里去了？啊，他不怕水。让我们拿出一个潜影盒放在这儿。你干什么呢？纳尼，史蒂夫，你飞天啦！你这呆子，我巴比 Q 了呀！喂，你快把史蒂夫给我弄下来呀！啊，你又要干嘛？你不会也要送我上天吧？我去，这房子也行啊！哎，史蒂夫，你不用下来了，我把你的房子也一并给你送上去了。啊，死鬼！上到万米高空，我去，这么高，如果从这一跃而下，也不知道下面的粘液块能不能扛住我。走你！What？ 我这是到哪儿了 ？What？ 小猪猪们，对不起啦，我需要猪排、打火、Holy Gay， 再打火、Holy Gay。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，我这种行为是不是有些残忍呢？好了，我发誓这是最后一只。What？ 什么？你这是二师兄怎么会自爆？素晴らしい。史蒂夫，前面都是岩浆，我们该怎么上到城堡上去啊？只能搭建原石过去了。不用担心，看我的。我去，史蒂夫，你这岩浆里游泳还飞起来了，这不科学呀！诺尼，史蒂夫，你往哪儿跑？给我站住！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我看你怎么跑！诺尼，纳尼，这也行。What？ 夜晚到了，来村庄转转。好家伙，你们哥几个不睡觉，搁这斗地主呢？哎，这个村民已经睡了。史蒂夫，我们走吧，不要打扰他。我去，史蒂夫，这是怎么回事 ？What？ 史蒂夫，你怎么又来这一招 ？What？ 让我制作一把剪刀，屋外的羊儿该剃毛了。哎，你看什么看？不就剪你一点羊毛吗？再看，把你都剪了。我去，这还真行啊！有人告诉我，一直朝脚下挖就能一直挖到下界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不信！我勒个去去呀，还真挖到下界了，这真是离谱！妈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哎，史蒂夫，前面是断层，我们怎么过去呀？不要慌，看我的！我去，你这伸缩之术又派上用场了！快点过来，别废话！史蒂夫，听我说，谢谢你。What？哎，下界城堡这么高，怎么上啊？得需要垒高高才行啊！不需要，看我的！我去，你这完全不符合牛顿力学呀，史蒂夫，你科学吗？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，认为科学的请给视频长按点赞，赐予一个三连；认为不科学的，请将离谱打在公屏上。What？ 来矿洞了，差点火把照明。纳尼，我去，怎么这么大根火把在乱跑？是我眼花了吗？什么情况？这怎么这么多史蒂夫插在这儿了？死鬼！史蒂夫，你在末地间下界传送门干什么？话标太多，看我操作。我勒个去！你把传送门拿在了手上。纳尼？末影龙被传送到哪儿了？当然是主世界了。史蒂夫，小心点，村庄有铁傀儡。怕什么？看我的，走你！哇，你这也太秀了吧！不过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妈耶，铁傀儡绕着地球一圈又回来了。失算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岩浆万物皆可烧，岩都不在话下。岩浆再厉害，不还得被我史蒂夫挖掉吗？哎，我去，挖掉的渣渣把整个陆地都烧穿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我看到水了，应该是烧到深水区域了，下去看看。纳尼，这是哪儿啊？哎，史蒂夫，粘液块我放好了，你尽管往下跳啊。嘿嘿，这弹力十足啊！史蒂夫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哎，走你！
すごい。黄昏时刻来村庄做客，趁天还没有完全黑之前，赶快友好的拿点物资。What？ 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见过小江坐在鸡身上，没见过鸡站在小江身上啊！大家给起个名吧。What？ 史蒂夫，前方就是悬崖了，你慢点。这怎么下去啊？看我的，给你来一招空中飞船。走喽！怎么样，帅吗，史蒂夫？你那不叫空中飞船，你那叫空中坠船。看我的。What？ 我这才叫空中飞船。哎，兄弟姐妹们，快看，这只青蛙会爬楼梯，还会爬原石。哇，它吐舌头了，它把整个 MC 生物群落都吃了。糯米，这就非常的离谱啊。What？ 打掉工作台，将它倒着放置在上边。打开后，哇，东西都倒过来了，制作一个头甲和一辆矿车。哎，史蒂夫，你出来的正好，我刚制作的头甲和矿车给你，他们都是倒过来的，厉害吧？哦，我去，矿车在头上，糯米啊，头甲当矿车，哎，你可真科学呀！哇，皇上莫影之言，末帝我来了，我要当屠龙勇士。糯米，我去，前面那么大只青蛙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哎，不会还有人不知道青蛙是 MC 最新的终极 BOSS 吧？すごい。史蒂夫，你看到这个断层没有？让我给你操作一波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技术。看好了，揍你！哎，怎么样，厉害不？小儿科。哎呀哈，你很狂躁啊！你干什么？我去，史蒂夫，你这伸缩蜘蛛又派上用场了。听前的兄弟姐妹们，觉得这科学的，请长按视频点赞，给个推荐和三连；觉得不科学的，请将离离原上谱打在公屏上。What？ 来村庄喽，挖块干草块，去水井灌点水，走你。糯米，我去，这是哪儿啊？什么情况啊？谁能告诉我，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哎呀哈，哥几个搁这儿开会呢，起飞吧你羊羊，还有你小鸡，还有你，别看了，还有你牛牛，史蒂夫该你了，别跑啊，你疯了吧，别跑别跑，小样，你以为你用原石堵着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大家都知道，给小精灵什么东西，他就能帮我们获得什么东西。小精灵过来，给你根骨头。我去，那小白好像不对劲儿啊。谢谢你，小家伙，我现在有两根骨头了，去看看小白。哎呀妈呀！哇，史蒂夫别急，让我先搭建一个信标塔。OK 了，给你两把附魔镐，你省着点用啊。得嘞，瞧好吧你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你要干什么？纳尼？史蒂夫，我去，你这招我怎么似曾相识啊？好像一个游戏内英雄的技能。屏幕前的你知道吗？ What？ 史蒂夫，看我给你搭建了一个好玩的装置。OK， 这是我研究出来的大头压缩器，来，过来试试。拉动拉杆，走你。史蒂夫，你不仅头变大了，身子也变小了。我不喜欢这样，快给我变回来！别跑啊，史蒂夫，你回来呀！糯米，哎呀，我去！这下我可变不回来了。すごい。撸点木头，这棵白桦树撸的差不多了，我换一棵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糯米 ，what？ 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哇，这棵树不简单呢，看来它不属于二维空间的。放上四块木，中间放上冰，然后把村民固定。哎，兄弟姐妹们，看好了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好玩的，拿出调试棒，走你！就像打陀螺一样，越打村民转得越快。然后在旁边放上青蛙，呜，青蛙也跟着转起来了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飞天了，这就非常科学呀。
师傅，看好了，给你表演一个美西园龙吸水，开始。2000 years later. 来下界了！哎呀哈，你这猎人还想打我？好家伙，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去嗝屁吧你！啊，死鬼！师傅，你人呢？快来呀！我们要雷高高去城堡上面去。我去，你到哪找的赤足兽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弄你 ！What？这也行，屏幕前的你认为这科学的请长按屏幕中点赞按钮，给视频个推荐三连，觉得不科学的请将离离原上谱打在公屏上。 What？ 雷狂到了，好家伙，区区三只小将还想阻拦我，嗝屁去吧你们，赶快回屋里补充点生命值。外面好像变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去，这是哪儿啊？谁能告诉我？哦，前方树旁有只羊驼，我要 A 你一下，我接住，有水喝了。 What？ 呜呼，苦力怕来了，史蒂夫，苦力怕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他进屋了。诺尼，我去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这只苦力怕难道不会爆炸？ What？ 是我草率了。来村庄喽。前方发现一只小青灵，嘿，小青灵，扔给你一个不死图腾，来来来，快过来拿！好期待他会给我带来什么？诺尼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史蒂夫 ，what？ what？ 诺尼。小麦全是我的啦，全是我的啦！哎呦，村民你睡醒了呀？你的小麦全没了。无所谓，这村民怎么了？我去，这屋里是什么？鸡村民！哎，这就太离谱了。What？ 下大雨了，回去拿个桶，灌点水，倒到旁边的小坑里面，我要蓄点水。哎，史蒂夫，你怎么来了？ What？ 我去，你被雷击中了！嘿嘿，出现吧，萤火虫！哎，青蛙怎么来了？我去，他把萤火虫给吃了。哇！ What？ 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把收集到的钻石先合成一把钻石镐。还有三块钻石块，再合成一把巨型钻石镐。史蒂夫，快过来看看，给你一把巨型之镐。哦，得嘞，我要去露宿了。走！我去，这把镐子这么厉害，居然能一整棵树都撸掉，厉害吧，史蒂夫？我再撸一棵。我去，这树怎么跑了？因为你拿的稿子太下树了。屏幕前的你觉得这科学的请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推荐一下，觉得不科学的请将离谱打在公屏上。啊，死鬼，来村庄喽，史蒂夫，速度速度，趁铁傀儡没来之前赶紧掠夺呀。再快了再快了。啊，史蒂夫，铁傀儡来了。怕什么，离我们还远。我勒个去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史蒂夫，你没了。诺尼，诺尼，妈妈，我也要 BBQ 了。What？ 这只小鸡怎么跑出来了？快回你的鸡圈去！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诺尼 ，What？ 这就是传说中的战斗机吗？史蒂夫，你拿着一只美西园要干什么？别问太多。我去，这还能访安？这不科学呀。哇，你这么快就绕了 MC 世界一圈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速度还越来越快。我去，这还真是快如闪电呢。好家伙，你这小江崽子竟然学会了伸缩之术，你这也太离谱了吧。What？ 掏出骨粉催熟一下庄稼，起开小村村，别挡道。他是不是比之前变大了？难道是骨粉的作用？我去，还真是啊。What？
来矿洞喽，挖矿挖矿。诺尼，纳尼，这是肌肉，怎么长在了石头上？我去，怎么还有咸鱼？猪排 ？What？What？ 哎，史蒂夫，我钓到了今天的第一条鱼。什么年头了还钓鱼？看我的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去，不会吧，不会吧 ？What？ 你把太阳掉下来了？这也太有科学了吧！史蒂夫，跑慢点，小心有危险！啊，苦力怕，小心呐！啊，这也行。诺尼，哦，啥玩意儿？你变成了苦力怕？史蒂夫，我们来这干什么？快跟上，别说话！前面有一只青蛙，哎，这只青蛙怎么不动啊？哎，又来一只小鸡，它要干什么？我去，这也行。妈耶，我来到了哪儿啊？史蒂夫，这是哪儿啊？你问问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大家都知道。屏幕前的你认为这科学的，请给士兵长安点赞支持一下好吗？认为不科学的，请将公屏打在离谱上。哎，史蒂夫，你快点过来呀，在那磨叽什么呢？马上就到。诺尼，我勒个去，这也行啊，这年头马儿都会伸缩之术了。What？ 不行了，饿了，这茫茫的沙漠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呀，那我只能这样了。诺尼，屏幕前的各位可千万不能模仿啊。诺尼，夜晚到了，该睡觉了，放张床，最近吃胖了，床太小不够我的体型。哎，有了，在两边放上活塞，连接红石粉，放上拉杆，走你。这下不就宽敞多了，准备睡觉。哎，小孙孙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你抢着我的地方。我去，前面那是什么？那是草块吗？怎么感觉像是钻石啊？这年头钻石都长在草块里面了。做一把木锹挖掉试试。2000 years later。诺尼，我去，还真的掉钻石粒了！头一次在 MC 遇到这种情况。屏幕前的你遇到过吗？试试用这些钻石粒能不能合成钻石？呜，果然能哎！那我就可以制作钻石镐喽。还有点钻石，制作什么呢？哎，放上两根木棒，啊，顺序好像不对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木钻剑？哎，这就非常不科学呀！哎，我史蒂夫又来 MC 了。哎，回家了，回家喽！让我用萤石粉制作一个萤石块，再用萤石块和红石粉做一个红石灯。OK， 出去把它放在这儿。拿出我82年的末影珍珠，走你！哎呀，没成功，我再扔。我去，这就进入到了红石块内部了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学废了吗？来了来了，来树林转转，撸点木头。我去，这树长得不科学呀！哎，怎么倒过来了？哎，什么情况？这草长在了土上。从自然学来说，这还挺正常的。怎么在 MC 中我感觉怪怪的呢？屏幕前的你觉得呢？觉得这正常的，请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。觉得不正常的，请在弹幕打出离谱。哎，我终于回到我的小岛了。怎么样，我的房子建造的不错吧？防御性极高。回家拿点东西，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个好玩的。首先将红石轨道放一圈，接着用铁轨把它们连接起来，插上红石火把，激活轨道。 OK， 放上一只小木船，再放一个矿车，走你。诺尼，怎么样，屏幕前的你学废了吗？好玩吧？让我来修建一下我的窗户。哎，外面发现一只野生末影人，上去挑衅他一下。哎，我打你，呵呵，我跑。根据末影人进不去两格的门框这一铁定律，我就可以站在屋内卡他视野，从而解决掉他。啊，什么？死鬼！史蒂夫，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小麦，你可以去喂小羊儿了。你干什么呢，史蒂夫？撒！啊去！这小麦怎么变得这么长了？纳尼？这小羊儿怎么回事？长长了？这剪掉的羊毛会不会变多呀？当然了。撒！
哇，还真是啊。What？ 骑上我心爱的小猪猪，你这速度太慢了，猪兄，还是回你的快乐星球去吧。哎，史蒂夫，你出来的正好，我们去找几匹马儿吧，我这儿有马鞍，还是马儿跑得快呀。不用，你放我头上。什么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去，这也行。诺尼，哇塞，我成为了史蒂夫骑士，牛啊！不过你这速度也比猪猪快不了多少嘛。啊，すごい。来村庄喽！啊，收收收收收，这些全都是我的，我知道村民们不会介意的。2000 years later. What？ 那是什么？江苏村民？后面那是村民？那你村民追着江苏村民打？这不科学呀！完了，他看向我了，我知道我该跑了。啊，死鬼！史蒂夫，你再跑快点，就你这速度，我迟早会追上你的。哎呀，打打打！哎呀，你还放梯子，我把你的梯子拆了。那你什么情况？这真就不科学呀。原石挖的差不多了，制作一把石镐。史蒂夫，我回来了。那你怎么又来个史蒂夫啊？我去，什么情况？这啊，快逃啊！哎呀，苦力怕！哎，快雷高高！来呀，你炸我呀，你炸呀！丑什么丑？要是能把你拿在手上就好了。我去，还真行啊，这也太离谱了！哎，我试试能不能扔出去，瞄准下方史蒂夫小架，走你！呜呼呼！史蒂夫，这么多壳子，我们两个人应付不过来的，还是快跑吧。没问题，我逃跑技术一流。不对，是跑酷技术。你慢点，史蒂夫，前面好像是个断崖。怎么可能？妈呀！What？ 史蒂夫，你过来，你去另一侧放活塞。OK，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走你。诺尼，妙啊，把不可能的都结合了。好了，就这块地方，放上轨道，还有矿车，拿出吊杆，走你。飞喽！我要飞喽！冲啊！哎呦，村民睡着了，对不住了，小村村。What？ 这好家伙，村民的头这么铁吗？比铁针还要铁，是不是我高度不够啊？我再高一点。这下你反应过来了。啊，すごい！哈哈，兄弟们，我们又来扭曲森林了，撸点诡异军饼。分解点诡异木板，烤点肉吃吃。哎，诡异木板不能当燃料，嗨，都是木板，为什么不行啊？那我就分解成木棒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 What？ 来矿洞喽！消灭小江和小白，收集了几根骨头，将骨头分解为骨粉。骨粉有什么用呢？不光光是催熟植物啦。看好了，屏幕前的各位。岩浆变成骨粉的颜色了。屏幕前的你觉得这科学的，请给视频点个赞好吗？觉得不科学的，请在弹幕打出离谱。挖点钻石扔进去。哎，又变色了。啊，すごい！来来来，挖桶水上到天台上，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波。有恐高症的可千万别看呐。冲啊 ！What？ 这。怎么水桶还摔出了不死图腾的效果？这就真离谱啊。What？ 哎，库里帕，看我解决掉你，来吧。嘿嘿，收集点火药，9个火药能合成什么呢？ What？ 什么情况？你给我来块石头，这不科学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喜欢的别忘了点个关注哟。